你在讲什么？你在讲什么？要听就不要乱叫，不要像狗一样乱叫。我把它讲清楚，好，有人开始，你们要让这个说明会变成一个不理性的说明会，随便丢东西来丢。好，要听，要安静。我在3月23号已经正式了，由我办公室发文哦给县政府。你在讲什么？你在讲什么？要听就不要乱叫，不要像狗一样乱叫。我把它讲清楚，好，有人开始。你们要让这个说明会变成一个不理性的说明会，随便丢东西来丢。好，不要讲。你是代表自救会吗？江胜坤的，我把它讲完了。对啊，江胜坤的，对啊，拜托你了，越是别人，越是拜托你了，我要抗争。要有方法，要不是、他刚刚在骂狗嘛？请各位保持理性，一言全程都录音录影。抗争要有方法，要取得大众支持啊！我本办公室哦，3月23号已经正式发文，不是今天我才讲的啦。虎口乡坡楼段655D号十笔土地，县政府要建置生命纪念园区已案，本办公室接受当地住民陈情，为求整体开发，能够顺利建请贵府。三点了哦，我建议县政府三点了哦，第一。再加强与地方住民沟通，并听取采纳地方意见，这是第一点。我讲完就会下台哈、第二，为减少对地方环境之冲击，应考虑缩小该开发案之规模。第三，火化场部分已与民间业者合作，这个民间业者的意思就是长生天。目前已经有火化的设备，不应该再重复建设，并只留殡仪馆、纳古塔及自然环保藏区了等设施。简单讲就是说，重复的火葬场设施可以考虑不用再做，旁边已经有了，你还要再重复做，所以这个三点建议。现请县府采纳。我最后跟大家报告，这个案子是县政府的权责啊，主导。那在县议会有监督的权利，希望我们大家团结，县议会要更努力。我在中央，我质询不到杨文科县长，我可以质询部长，可以质询院长。我没有办法执行县长，对，所以我把这个建议啊、好，你提的建议我会再采纳进去，我会用公文的、好，以上三点跟大家报告，大家辛苦了，请县政府尽量要采纳当地的民意，谢谢大家，加油，谢谢。委员，我不了解。